势和格局。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，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。100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、一切牺牲、一切创造，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，百折不挠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、发愤图强，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、守正创新、统筹统揽伟大斗争、伟大工程、伟大事业、伟大梦想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。